自從阿飲姐同阿仙姐邂逅咗之後咧，飲姐咧就正式邀請阿仙姐合作啦，就喺我哋後邊呢間域多里戲院就上演《紅樓夢》。咁當然啦，就飲姐就做假寶玉啦，仙姐咧就係做薛寶钗。大家睇到呢度咧，就係佢哋當年演出嘅地方，不過而家已經面目全非啦。变成一间大丰银行的总行了。这间戏院啊，很巴闭的，因为它最先就是引入有声电影，还有附设呢就是有茶楼、西餐、酒店、泳池和娱乐场，所以呢就号称不夜天娱乐城了。